虽然上次 Waterborne Festival 非常精彩，每次都众星云集，让人看得非常开心。原本将在明后两天举行大阪 Waterborne， 但因为今天在彩排时有工作人员遭到水枪的强力水柱打在脸上，造成脑部挫伤，失去了意识，最终意外离世。而在先前有许多偶像登上舞台时，遭到台下粉丝疯狂用水枪喷眼睛，也让人十分担忧，真的让人意识到每次偶像真的都是用性命站上舞台的呢。